Dora?
停在这里，前面正好是他们修路挖石头的，是这个村子里面的，前面就是那个占里村子，可以看到那个塔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村子，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，几十年都是这样，大多数村民都不会说普通话。
过。是，老了我没好赖嘞。妈，这老了我没好赖嘞。哎，能来，这样能，我总得把它开。